都忘了，核酸已经过期了，这会儿晚上赶紧过去测一下。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过去？哎，这会儿测了不耽误明天事儿吗？这会儿10:30，我过去一下。陆陆续续也有人过来做。做完了。The next day， 早上出来跑滴滴，今天天气有点冷，不知道单量咋样。鸟不在飞吗？中午了，在这附近吃个饭。快中午了，过来吃饭的出租车司机还挺多的，就这个四川大排档也是号称出租车之家。今天是天气冷，平时这外面小板凳都坐满了，今天大家都在里面坐着。这会儿人陆续都多了。微信收款20万元。上上上，快上！再走。你在这儿吃。还不？这个吧。这米饭是随便加是吧？要了三个菜，一共15块钱。怎么正好有一个腕表活动？你不要米饭？打一碗汤。再给它浇点汤，浇点汤特别好吃，我也是看网上这样吃的。吃完了，还是挺好吃的，基本上都出租车司机。现在吃完了，准备继续跑车。然后我把水的一拿下去一看，咦，我这一切都主管没有在那弄。掉头时请小心路口车辆行人。这是吧？啊，对，这就行。好的，好的。车没油了，现在去加油。今天晚上油价又要上涨了。到达中国国际能源浐灞加油站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92现在多少钱？7.55块，我还没涨呢。我看上面优惠是6.9块。